师兄，你这个找莲子的定位到底有多精确呢？现在是不是感受到？你吃错了吧？想要活命的话，就赶紧走。我们清源派以光复正义为己任。放心吧，你抓不到，还有我呢，杀手锏。哎呀，帅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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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以后呢，我们就是寻找莲子的黄金搭档。师兄，你让我吃一口。就一口啊！别吃，别控制，控制师妹。铁锅炖大鹅。还有鹅的。这好戏刚刚开场啊！是魔宗。那么嚣张的吗？我很难搞啊。喂，别，天，你干嘛？别吵，干嘛？师兄，我不吃这套啊！你再拖我家叫啊！师兄，你就别端着墨白的人这套了。我不懂。